尊敬的各位嘉宾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玉刚，又一次来到美丽的金山，非常非常高兴。自己每当演出到这个时候的心结，就是不想说话，因为说话的声音和自己的形象，还有整场的氛围，反差特别的大。但是呢，面对这么多热情的掌声，还有大家一张张可爱笑脸的时候，我感觉还要把自己的祝福带给大家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永远幸福。同时，也谢谢大家的热情。刚才呢，这一段是来自我们中国闻名全世界、著名的一位文化大师梅兰芳大师的一段经典的京剧《贵妃醉酒》。其实呢，现场也有好多的观众都熟悉，李玉刚也有自己的一部作品叫做《新贵妃醉酒》。谢谢，好累呀，特别的累，清唱几句给大家好不好？如果会唱，和我一起唱好吗？那好。帮我唱一句。谢谢你，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真是人才辈出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呢，这一首歌带给所有的好朋友，是我走遍世界各地的艺术殿堂都要唱的一首歌，可能年纪稍微长的观众都应该熟悉这首非常优美的旋律，来自于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曲《望凝眉》，带给大家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鲜花，还有拥抱，谢谢你们，更谢谢大家的热情。其实今天大家这么多掌声给我，我真的是特别的喜出望外和意外，谢谢你们能够给予我的支持吧。接下来呢，带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，接下来就把这首《雨花时》带给大家，有请。